接下来我们有这位叫做Janet Yellen， 她是经济部部长，她说废除 Roe v. Wade 会导致经济下滑，堕胎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堕胎会伤害到美国的经济。我们如果杀小孩的速度变慢的话，就会伤害美国的经济。If the draft of the court's majority holding in Roe v. Wade is the actual decision, what impact will the loss of abortion access mean economically for women? Well, I believe that eliminating the right of wome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en and whether to have children would have very damaging effects on the economy and would set women back decades. Roe v. Wade and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including abortion, helped lead to increase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t enabled many women to finish school. That increased their earning potential. It allowed women to plan and balance their families and careers. And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it had a favorable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and earnings of children. Okay, 还在说堕胎跟献祭孩童没有关系的人，请站出来。听到这刚刚那个影片，他说，如果我们不让女人杀小孩的话，女人进入职场的比例就会降低，导致经济衰退。所以说我们要杀小孩才可以救经济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优生学，希特勒那一套。OK， 我们把那些不好的、不值得在世界上存在那些人，把那些人的基因慢慢的排除。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为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应该把那些人全部杀光。这个不只是在道德层面上极度恶心以外，因为你完全抹去了一个小孩的生命的神圣性。这也是给女人的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你的孩子还是你的事业。你可以在事业上很成功、很伟大，或者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母亲。对这些极端的撒旦教的人来说，正确答案就是为了我的私欲，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事业，我要杀死我的孩子。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长认为我们的女人该做的选择。那我知道很多保守派人会讲一堆什么女人不需要牺牲啊，他们会说像 ACB Amy Coney Barrett， 你看她就是又有自己的小孩，又领养一堆小孩，又聪明又能干，而且还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简直就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生啊。保守派很爱利用这类的例子，这是事实，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绝大多数的女人，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是不会这么顺遂的。人生通常是充满选择的，有小孩的确会有经济上面的牺牲，就像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确就是会有经济上面的牺牲。我们三个都很明显的感觉到，生活上面、娱乐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牺牲，这也是事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逃避这些问题，或者跟左派一样拒绝承认事实。只要有小孩的人就会知道这些事实，有小孩就表示你的生活可能没办法这么华丽。原本夫妻两个人出去只需要付2张机票一个房间，突然就变成4张机票，那就只能在家里附近旅游了。但是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你为了你的孩子牺牲，可以得到的就是一个家庭，会让你真正满足的礼物是目标，是爱。不但给予出去的爱，也会有得到的爱，是你的传承，你的延续。就算你离开这个恶心败坏的世界之后，还是会有人爱你，还是会有人纪念你。所以说没有错，有孩子的确会有牺牲，但是你得到的是超乎你想象的快乐。当一个女人怀孕了，如果很不幸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些很没有责任的性爱选择的话，她如果选择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得到的是远远超过她能想象中的快乐跟满足。但是我们的敌人不会这么想，我们的敌人会说，你应该为了你的事业，为了要赚钱、经济成长，让你杀死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还觉得男人也应该支持女人杀自己的孩子。演员 Jamila Jamal， 我不知道他是谁，各位应该看得出来，我不太看电视，也不太看电影。他说，男人应该要出来支持堕胎。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小孩的赡养费。这说的好像小孩是一个吸血虫、寄生虫，是一个很糟糕的生物，是一个没人要的负担。他们要的就是女人不要负责，男人也不要负责，基本上就是要男人为了经济收入来支持杀人，这样子国家就会负责啦。国家负责的方式就是你们全部当奴隶，好好的上班赚钱，经济成长，乖乖的赋税，把你的小孩杀掉，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把你的纳税金拿去以捐赠乌克兰的方式放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你们就随便不负责任的做爱，然后把小孩杀掉就好。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啦！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从即刻起接受报名，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记住，在报名的时候，请告诉他们你是看到 AI News 来报名的，会有一部分款项特别赞助到我们的事工哦。也欢迎各位在5月21号的时候莅临现场，聆听南加儿童合唱团第23周年音乐会，地址在天普市的以马内利宣社会。5月21号下午4点钟，期待你的到来。